这样碰疼吗？不疼。这样一动它就疼，你看这个地方都扎破了，你的指甲都在这儿呢，你咋剪的呀？你说，哎呀，疼吗？不疼。疼了你就跟我说啊。好了，就这么一下，就给你接下来，就给你解决了。你看看你的指甲，哎呦，是不是在肉里边扎的？这一段指甲你看，没有了。修完了，这样还疼不疼啊？嗯嗯。啊，还疼吗？嗯，还疼吗？还疼不疼了？嗯，疼是疼，都不是那个疼法不是那个疼法了，是吧？告诉你不让你疼就，就没疼是吧？也都扎穿了，你看都穿孔了，看啊，这个地方你看，都已经穿孔了啊。所以说以后剪指甲的时候一定要规范化的去修剪啊。好了，咱们这个地方要给它做一点棉花，给它这样补充一下啊，必须要有软化的那架上那个嗯。